我其实啊，不会做特别复杂的菜，我只会几样固定简单的菜。阿奶，要不然我们出去吃吧，我请你去格桑花饭店吃黄焖鸡。家里都做好了，干嘛出去吃？ 好香啊，在医院子外面就闻到了。你不是陪病人去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凤仪不让我在那待着，非让我回来，给阿奶做什么好吃的呢？你看看，呵呵呵。你说陪阿奶吃饭，就是给阿奶下毒啊？不吃就滚，废话太多。跟你说啊。 这是我们老家的做法，卖相确实一般，但是味道还可以。哎，你尝尝，这个红烧鱼啊，我比较有信心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你放醋了？去腥啊。放了多少？跟老抽差不多吧。 你们云南人不是爱吃酸的吗？什么酸鸡脚、酸木瓜鱼，对，我就爱吃酸的。我尝尝，嗯，真不错，好吃，不错。来，我给你来点。阿奶，不用这么多吧？来来来，多吃点。吃。早知道呀，中午就让格桑花饭店送黄焖鸡了。哎呀，还好啦，那个肉啊，虽然切的厚了一点，但用淀粉抓过也不柴。蔬菜以后别放老抽，放点生抽、蚝油就可以了。酸啊，你给我尝一个。好酸啊！ 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别吃了。是挺酸的哈，你再尝一个。我们还是及时止损吧啊！同一串葡萄不会因为我们多吃两个才大发慈悲的变甜了。卖葡萄的人跟我说不酸呀，我尝了两个也不酸。嗯，是同一串吗？不是，那不就得了？不是同一串，甚至都可能不是同一棵葡萄树的。 那就这么浪费了。嗯，做果酱或者酿酒呗，方法总比困难多嘛。你喜欢吃梅子吗？喜欢啊。那不如我们小院搞个团建吧。团建？嗯，去果园采摘，一边吃一边拿。费用呢？多少钱一个人？嗨，提什么钱呀？我请客还管饭。哟。 那可以呀，老板请客，什么时候？嗯，择日不如撞日，那就明天吧。明天啊？你有安排？那倒没有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明天娜娜要去店里啊？那就歇业。哟，老板这波可以啊。可以可以。来。哇，这么烫啊！哇。 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的妈呀！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到站。太阳，阳光，带来金色和光彩，照亮我们心灵的宽广，美丽的光。今天我们就到阳光下。
我们妹妹她带着青苔母走小北。娜娜，那个下个通知啊，明天呢歇业团建。团什么建？就是我们小院儿一块儿去果园采摘，随便吃随便拿，大哥管饭。真的呀？太棒了！哎呀，谢总不愧是我粉的男人。那个，明天去的时候呢，最好穿一些旧衣服，要那种长袖的啊，因为果园里头不是泥巴就是树枝。而且要做好防晒，你通知大家。行，我拉个群跟大家说一下。好。小春儿。哟，郭老师。娜娜。啊。三倍浓缩美式。行。谢。啊，对了，我们明天去果园采摘啊。你要去果园采摘啊？大家一起去玩玩。大家，我也要去啊。那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。啊？你为什么不去？明天有课啊。哎，你说上课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发现一奇迹。什么奇迹？你不是跟我说吗？说幼儿园那个手风琴老师不是走了吗？你猜今天怎么着？我刚下课，哎，突然就有一个老师他会拉了。你说这是不是一奇迹？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，大哥的主意你找他去。果然不是你。哎，我他这儿干嘛呀？有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跟我说，还都这么大一圈呢？怎么着，可怜我呀？啊，给我刷点存在感。没劲。不是啊。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可怜你啊？你成天把自己锁在屋里，弄得乌烟瘴气的，歌也没写出来，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，大家都很担心你，所以大哥想了这么个办法，让你走出来换换心情嘛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一搞艺术的啊，我去教小孩唱儿歌，我还能换心情，我能走出就走哪儿去？小孩怎么了？小孩是最简单的，他们不会在你的年龄、收入、社会地位，他们只会觉得胡老师你真的很厉害，所以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高傲，还有你的功利心？我们大人能从小孩身上学的东西是很多的，你别再说了，别挡道。